同学们大家好，接下来介绍正六面体展开平面图的第五个。我们把它展开来之后呢，可以发现呢，两个黄色的面呢是相对的，两个粉红色的面呢是相对的，两个白色的面呢也是相对的。那么绿色的边呢跟绿色的边是重叠在一起，以此类推，相同颜色的边呢都是重叠的边。我们再把它还原。